Natasha 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这张全家人的合照真的找得我好久好久哦，就说明我们有多久没有一起 We Feel 了。以后一定要常常拍照留念，并且我会更努力把女儿这个角色给做好的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，哇！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，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